这里有一份未剥花絮等待您查收。推荐给我的好朋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生活不易，就当艺人太难了，现在。你们来现场听啊。我没有票。我不，你没票，给你。这个东西是我爷爷奶奶辈儿一直用来抹的生活水。哦，我也用它。一般都什么时候用它呢？刷牙、洗脸、洗完脸的时候。早上用还是晚上用啊？都用。都用。对。那你一般早上怎么用它？热的时候就喷吧。喷哪儿呢？喷脸呢？还能喷哪？啊，就晚上睡觉时当面膜一样喷脸。是。用多少呀？用。就是用，剂量是多少？吧唧。推荐给我的好朋友。你觉得他谁比较适合晚上？管乐，因为管乐喜欢用来推脸。放那个仪器上，然后让他推脸。推脸。啊，是这样的。你快摘下来，看看是啥吧。橄榄油。风油精。我想知道你没事是怎么涂脸的？涂全脸呢？这个是？被蚊子咬了一下就涂一下。不知道还可以按那个按这边吗？哦、就是提神。管乐推脸的啊，对，那我带走了，放肚兜。